连这种黑栗子经济价值不好都一直被砍掉，然后换种薏荷包或是糯米啊，这些一个六十年无干。对着行啊来美学艺术创作的完成，不管是结合社会产业，或者是甲地方各所合作，利用废弃木材佮利用的创意展现等等，为闽南社区带来更侪活力。嘉义水透过社区大厦，另外把学员的镜头来拍来。这是在我们平顶国小的校园里面。啊，当时我感觉到这个很壮观，而且必须要让他感觉像巨人一样，所以我们就用超广角的镜头，用由底下往上仰，让他感觉真的很巨大的一个巨人的一个艺术。从生态艺术园区看到一些立体的雕塑作品，啊，介绍学员如何采用这个取景的光影，啊，利用它的空间光影的线条变化，啊，拍出它比较壮观优美的一个线条。八十位的学员从闽南社区当作影碟影的教室，观察记录美好的事物。伟阿公的一个笑容，学校的一个小所在，甲两天卡阿妈开讲等等，丰富精彩的作品，带予社区民众真侪惊喜。一张记录下来足好个啦，阮足爱安尼看遮，迄个物件通留念，互咱做留念安尼。一个东西要把它翕到安尼，变到遐尼啊水啊，遐尼啊好看啊，够让更多人了解到平林这个。这么小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很平凡的很宁静的一个地方，借由这些摄影老师的那个作品的一个发表，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平里巷弄美学。学员亲自去社区，将感动的美景记录下，并且举办展览来分享，将伊展出到三月底。主办单位希望借此和民众近距离接触艺术，落实艺术生活化的理念。记者刘明新采访报道。